好，加多一个。你孙当初那力度又很好，那感觉很好，那力度。头十八过，嗯，真正的见识。很多年，很多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。因为基础跟力度跟经验有了，其实多一个工具让你能够发挥的更好，对，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啊，没有这样辛苦，但是效果又更好，对，那我整个通了嘛，现在你鼻子有舒服一点很多，所以任何的部位都要开穴，那有些时候会去感受，其实不见得每一个人是同样在顶轮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塞住，像阿姨她，我觉得她塞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部分，嗯，所以她容易有苦恼的现象，对，所以她这个地方，这个区块反而比这个区块还要紧绷，那我就会先从紧绷的地方开始做，把那个后脑，那对，头部后面比较多紧绷，对对。所以你到。